位于南投和花莲交界的旗安南峰和南华山是台湾的百岳，因位置相邻，常将两者搭配起来，合称旗来南华。经由坡度和缓、指标清楚、风景优美的能高越岭道进入山区，夜宿天池山庄一晚。影片拍摄期间皆遵守当时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应指引，入山做足功课，并由专业向导指引，请勿私自入山，自己带的垃圾自己带走，请大家带着一颗放松的心情。野人七号部落祝大家观影愉快。欸，不是想当村长夫人吗？对，你知道这部落里面有超多人想当村长夫人。没有，是想当村长，但没有人想要当村长夫人。村长夫人就是真的只有我自诩。没有啊，米卡还想当村长夫人啊。他昨天就在车上就开始稍微有点企图心了，因为他发现那个温贞菱的企图心太强。刚刚不是才跟你说，现在已经不流行当村长夫人，现在女生都独立建村。没有哎，我还是很传统。小竹村长夫人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米卡是在野人七号部落一开始的时候，最常出现的。然后大家觉得他就是村长夫人。结果后来出现了温贞菱，又出现了嘉义，我才是最强大的那个敌人。我觉得我可以宣布，我们此部落是可以接受超级多榜的。我觉得一夫可以大概27。子孙满堂。子孙满堂。子孙满堂。因为这是我们部落啊，我们可以自己的规定啊。如果哪天我真的生小孩，他就是。你就会有继承的问题，有可能会继承你的位置，是真的。你知道有一天我跟科技在聊天，我说啊，村长感觉很可爱啊，后来发现村长的职位超小，村长其实在村子里面为民服务的那种。像你现在过来帮我修理家电，你不会修啊，你还要特地帮我去找人家。别人都是王子公主，就那种任劳任怨的那种服务的那种职位，所以很多人想要加入，因为就被服务。后来我就发现说，其实你们当村民是最幸福。我要当村长。哎，向导说话，接下来是最陡的地方。我要来了。会哭播吗？刚刚还说没哭播，马上就哭了。继续拍哭播，有吃播，我们现在哭播。哭多久？好。OK， 来，这位是我们的向导红牛啊，红牛非常专业。大家好。昨天哦，就是还在那个嘉明湖，嘉明湖大家知道在哪？在台东，然后就像下山了，再往南投。刚刚我问了红牛一个问题，我说，哎，其实旗来还有另一个登山口，我们今天叫屯岩登山口，就是另一个登山口是在花莲那边。对，所以大家就是比较都选错了，跑到花莲那边去。那我们今天走的这个路啊，它叫做能高越岭古道，可以从南投这个地方，登山口叫屯岩，可以走到花莲的旗来登山口，之前叫做初鹰。红牛真的非常专业，没有，然后晚上还会陪我们去玩。OK， 大家也是扮演娱乐长的角色，然后晚上再来嗨一下。希望大家平安的到达山屋了，谢谢红牛。OK， 不会。你的样子真的很不像是会爬山或是户外运动，像是那种边缘人，边那个头，边那个头，然后比较不像是会跟大家参与户外行程的人。但是你这几集老实讲，有获得蛮多粉丝的，颜值还好，身高也还好，但我觉得是因为你的特质不一样，特质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呢。就是以前大家跟我讲的王康，跟我认识的王康是不一样的，还是说以前跟我讲王康都是你的前女友，或是不是啦？喂，他不一样。赔了，凯西有跟我说啦，我觉得你。是有成长的，身边很多朋友在成长。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可以跟王康学习，现在是很棒的一个人，很棒，真的。他多走出户外，心情就会开阔了。以前比较负面一些些，现在是真的开心，很开心啊，跟大家一起出来玩，很好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也谢谢哥照顾我们。野七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人更好。哎，真的把每个人的特质都发扬光大，真的很棒。大家都好了，你要继续好好保持哦。好，人生未来还是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，我们只要想着还有野七，大家一起度过。谢谢大家 ，Love you。来，走下山。爬山的时候总是会想一些东西，然后讲一点心事。Cookie Mommy， 嗨。Cookie Mommy 真的是十项全能，怎么这样？真的没有。真的好像没有什么事情难倒你。他们两个真的是网络上一组乱流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整天在那边晒恩爱，亲亲，嗯。不要嫉妒。好了，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很棒的一对情侣。哎，豆豆，我跟你说，豆豆真的也是让我有很深的体悟，就是说以前觉得当兵的人好像就是比较严谨、比较无聊，生活规律。觉得他的私下的生活是真的非常的热血，我还蛮羡慕的。上班就认真上班，下班就是好好的放松。哎，他下班永远都在山上，不然就是在户外野营。相信大家有看那个我们的另外一集 Wild 的时候，3天哦，24小时都在那边煮东西，完全不会抱怨。他很饿，真的很棒。有啊，还是有抱怨。后来 Mina 帮我缓解我的腰酸，舒服。找 Mina， 哎，找 Mina。那你怎么抱怨都没让我听到？我可以帮你啊。好啊，晚上。
那天老板娘，车子你好你好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订房？现在开始，我昨天讯息就爆掉。你昨天一开，昨天就爆掉。12点整。阿良说完蛋了，他好像过完年之后就要回去忙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我们今年，你剩没几次见面了。今年还有要爬山吗？不要。沙拉冬天的台湾之旅，其实我们见了超多次，然后每天都在那边爬来爬去的。有一点不习惯，就是要回去关在那边的生活。可是你那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模式，你那时候就是背一个侧背的包包，對對對，收钱，到处骑摩托车说去接机场啊，對對對對，然后去帮人家弄什么东西这样。工作模式。那时候的沙拉，我是看到真的跟佣人没两样。然后又黑，超黑，瘦，我回台湾直接胖7公斤。所以人家说在岛屿工作的人很爽，就是他们只要工作旺季、淡季就会直接玩爆两三个月。其实你要先想，他那个旺季是超级累的，就我身体要坏掉，真的身体坏掉啊！至少有爱在支撑着，阿良，哈哈。那天我们再去那天玩，好 ，OK， 到时候见，到时候见。在这边要跟大家讲，你们看到的金刚狼不是废物，因为你每次出现在影片里都超废。我跟你讲，金刚狼很屌，他是内科的工程师，然后之前有一个我很想去的一个地方，那叫什么？圣母峰基地，那个行程叫做 EBC 啊 ，EBC 是什么？就是圣母峰那个 Everest。Base Camp 基地，它就是你在登圣母峰路上一定会经过的一个终点站。然后其实它就是很多人都会以那个为目的。对对。虽然说感觉它不是在圣母峰上面，可是它有5000公尺。对，5000多。所以你在台湾也体验不到那种感觉，空气真的很稀薄，坐下站起来都会喘那样子，就真的很喘。所以我们现在真的都是还好。都还好。对，我还可以在那边边走就边跟你们讲话。他是被后送回来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走到那个站400公尺，我就要到圣母峰基地。对，然后就身体太不舒服，严重高山症，肺水肿，走在陆地上血氧只有59，正常就是98、99。像以潜水来说，随时都会 BO 这样的血氧，然后就真的受不了，头很痛，很喘，然后还有血，咳血痰。那你是这样被人家搬下来、啊？你还是要自己走下山，下降1000公尺的海拔，因为我们上面是暴风雪，直升机上不来，撑着快倒的身体下降高度，然后等直升机6个小时这样，而且你是要用那种山中的卫星电话，然后我们要。下降到一个山屋去等，失败了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再来一次。对，不是马上，你就可能还要再继续训练，然后养身体这样。对，上去一次都身体都坏掉，因为它太超过人类的那种一般负荷，强度太强，而且一年之中只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可以登顶，气候太差了。所以你去那个地方，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做不到。不会，我们有天也要去。你那时候花费这样多少钱？哎、欸，其实很便宜，12天的行程，然后有背夫有向导，不含机票，大概4万。这么便宜？超便宜，机票15000到尼泊尔，加一些吃吃喝喝，大概就6万多这样。你体会过那个，你就知道说生命很渺小，你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。对，哎，我觉得野栖人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哎。像我这种一般工程师上班族，你也可以去找时间去追梦，不要自我设限。其实我们都有误会很多职业，像我之前就很误会豆豆说跟他生活一定很无聊，就他生活超丰富，偏那个淫乱那一边。我就喜欢淫乱。阿良就不用说了，露珠先生三只小猪。但阿良现在超喜欢我讲这件事，阿良就因为露珠的事情红了，路上都会有一些小妞都会说，哎，你是不是那个露珠的那个先生？就会想。跟他多聊天，你一直讲，大家都心动。没有，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女生一直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我穿丁字裤，哎，你会不会很有兴趣的想说看一下，看可以让我参加你的拉丁派对吗？讲到这个，温蒂超爱穿的、啊。你超爱穿的、啊，我没听到了，前面在讲什么？哦，那你不用听了。穿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温蒂也是一个夏天在海边，冬天在山上的人。认真的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在我们群组都不讲话，我把你踢掉了。都从来不讲话，然后一直在听我们的八卦。登山那个还是蓝雨那个？蓝雨那个啊。蓝雨那个要讲什么啦？从来没讲话。你是不是把我关通知？被发现。太吵！温蒂本来就是一个在任何群组都比较没什么参与感，人跟人还是要像这样互动，靠群组联络感情不行。这边叫能高越岭道，就早期都是靠东部的水力发电，然后进行东电西送，当时建了327座电。那为什么他不弄一点100亿的电给我们在山上使用？现在废弃了啊，但早期的时候应该也。所以他在这条路的上面的施工也会比较就是现代一点点。这条道路从日治时期开始建。对啊，所以刚刚沿路有些重要的地方是有那种水泥地的感觉，还不错。因为他们以前你看那个高压电塔那么大一根，那个建材都是仰赖那些动力机具运进来的。我们今天走的是奇莱南华，但它这边其实很多路线，还有去能高安东郡啊，就是纵走，也是超模王级的路线。从这边进来，我出去是在澳万大，轻松走7天6夜。你走过吗？我走过啊，走过2次。你那么多时间啊，所以才坐这行，时间比较自由。还有别条路线是，就是我们今天走的奇莱南华。
就是比较入门的百岳。简单的话建议3天2夜，然后早一点出发。我们其实之前也是特别安排3天2夜，是因为我们要拍摄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要想要慢慢的去拍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也比较能推荐给新手。对，还有一条就是能高越岭道的全段，就是我刚刚讲的东电西送的全段，然后它一路走到花莲澎门，那条就是大概这种坡度比较平缓，走回家很酷哎。但它整段都是历史遗迹，然后很漂亮。要几天？3天。3天就跟我们现在其实差不多。有缘再见吧。我刚刚说的那个能高安东军，就是记得哥有那个朋友走过中央山脉大众走，它就是其中一段啊，我们叫做中央山脉的北三段。中央山脉总共有分6段，就是北一段、北二段、北三段、南三段、南二段、南一段，还有2条比较少人知道，就是南南段跟北北段。完整的来说，应该有8段。他讲的任何一段，我都不会去走，真的都要很长的天数啊。中央山脉大众只是一次把它走完，那太累，然后中间再有人来补给，这样。就是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人是完全无。那怎么弄？他背60公斤，自己吃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要量力而为。其实走在一起还不错，可以听他分享很多带团的一些故事。就他喜欢爬山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喜欢了解山的故事。你知道玉山的故事吗？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可能大家都觉得哦，玉山是第一高峰，因为台湾早期都是原住民，布农族叫它东谷沙飞。东谷沙飞是用他们的原住民的话去用罗马拼音写出来，然后他中文的意思就是有人说是叫做提供避难的山峰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诺亚方舟，你只知道诺亚方舟，不知道东谷沙飞，真的是枉费生长在这个土地。有洪水传说嘛？全世界都被洪水淹没了，只剩下玉山的山顶露出海面上，就是只剩人类跟动物都躲到这个山顶上避难。然后那时候布农族有只神圣的鸟，它就黑色身体叼着一个火把，然后交接给山顶上的人们。然后洪水退下之后，他们有了这个火把，对，才得以延续他们的生命。长颈鹿、大象都爬过玉山呢。我之前也有去研究，因为我很喜欢神话故事，就是有人说它源自于生活，就是以前没有文字，老人家就会用讲故事的方式，对，让大家记得自己的传承。啊，因为西方可能是大汪洋的环境，所以它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。那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岛屿，所以我们演变出的就是东谷沙飞的故事。就是知道这些故事之后，其实2个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哦，只是表述的方式不一样，就是我觉得很酷。你这样讲蛮酷的，就感觉好像真的耶。可以跟他聊聊天，或许你就会忘记你在走路的这个过程中很痛苦、很累的这个心情了。这一次我真的觉得我有认真的学到很多登山的一些道理。就装备来讲好了，我这次很有把握的是，我没有多带一些多余的东西。以前都是我内裤要带3件，我短裤要带2件好了，不是最精简的一些装备。那因为以前是有协作帮我们背啊。可是这次全程自己背的时候，觉得挺好玩的。买东西、带东西、装东西，这顺序都要对。你看，像我刚刚哦，我拿这件出来穿，我只花了1秒钟，因为它在最上面，已经知道说会用到。但羽绒，我就是把它放在很下面，因为只有在山庄的时候我才会用到。这都是你告诉我的。我觉得很赞，所以这次真的有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，希望也可以把这些经验带给在看岩栖部落的你们，比较有一些概念。我们的专业其实都是多次的不专业累积而来的，一定要相信专业人士，因为他们一定比我们还有经验，所以听他们的是对的，不要假摇，真的不要假摇。山庄，这是一个山上的屋子，各位看一下，挑高，赞呢，超大的。这上面做自然通风，这是2楼，对不对？来，可以看外面。哦，这个 view， 超美。真的不说，大家都以为就是很像一般什么山上会看到景，就是山上后亚郎的一个木头房子。这个是我们走了6-7个小时，然后才走到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快要2700左右，我们就开箱房间啊，开箱房间。来，这是4人房，李佳颖跟密卡他们的房间，还有潘潘房间，就是这样，赞，就是小小一间，然后供应小团体、家庭、置物柜、背包这样，对，然后鞋柜。但你进来是不能穿着鞋子进来，是你要提着进来。这样很好的原因是因为这山屋可以容纳100个人嘛，你如果都全部放外面，你早上4点多要出去的时候，你根本找不到你自己的鞋子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原木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你为什么现在打开？等一下不会潮湿吗？等一下，军人就军人，说睡就睡。
这个睡袋我有买，螺纹的，那它就外面外开有点45度。来，我展示一下，它延展145度，一般都是直筒进去嘛，就被包覆住。对，因为我习惯是我喜欢睡觉是这样睡觉，或是这样翻身，像脚会不会想这样？这是在里面可以做到。你看，盘腿有没有？这采光真的是很棒，离厕所最近的一个房间，月经房，所以他们就选择这一间。Mina， 然后阿包、凯西跟 Gary 就睡这一间。你知道他们怎么分房间的吗？就你们这种会打呼的人，就全部臭男生塞在八人房，互相的交响乐。那我们这种比较不会打呼的，你明明就会打呼，我不会打呼。那如果我会打呼，我不喜欢听到人家打呼啊。有一个小通道哦，直接去厕所，直接去尿尿的，所以晚上的话就比较方便，不要绕过大厅吵到别人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是不会就是太远，直接这样子过来，对啊，到那边，所以晚上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想去尿尿啦，真的太冷了。睡前一定要尿尿，睡前一定要尿个2-3次。准备，我们就等着吃晚餐。6点吃晚餐。好，那等下再拍给大家看。好嘞。徜徉在海边，享受大自然的气息。哦，海呀，我全所有的爱情，好轻松。云儿在天上飘，鸟儿在空中飞，鱼儿在水里游。依偎着你海蓝天，悠悠自在的我，好满足此刻的拥有。啊呜、哦。